作为香港实力派武打演员，邹兆龙的表现无疑是让人惊喜。邹兆龙帅气的外表和强大的身手，更给许多港片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作为洪金宝的弟子和洪家班的一员，邹兆龙在刚步入娱乐圈的时候就受到了不小的关注。剧中与李连杰、甄子丹和周星驰等搭腕上演精彩对手戏。在《功夫之王》中，与成龙、李连杰以生死相搏，李连杰的拳脚功夫公认第一。可跟邹兆龙对打的时候，李连杰直言很畅快，不用束手束脚。要说邹兆龙的实力，绝对是要功夫有功夫，要演技有演技。邹兆龙功夫底子很厚，五岁就开始习武，影视剧中的这一位也都是真功夫，特别的有看头。邹兆龙可以说是一位黄金配角，光跟李连杰就打了无数次。不过邹兆龙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十足的鸡奴，不怕有超强武功的李连杰等巨星，就是怕老婆。与其说怕老婆，不如说爱老婆。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，喜欢就加个关注吧，小编每天都更新哦。